药都煎好了，紧拎落去。若深刻思维佛友，想卖讲吃咯，饮药。哦，我唔饮可以吗？为什么？这是药师精心准备的药，对你大有益处。药师的药真苦，切，拢上过年纪的老妖怪咯，也惊什么苦？给我饮，是我饮就是，你温柔一下。